大家对于2016年上映的《刺杀突击队》（Suicide Squad） 当中首度登场的小丑评价如何呢？虽然整部电影当中他出现的时间不长，可是他精彩的演出也让人对他留下的深刻的印象。如今这位由杰瑞德 （Jared Leto） 所扮演的新小丑也即将推出个人电影了。根据外媒 Variety 的报道，杰瑞德·雷托版本的小丑或将推出独立电影，这个消息让许多影迷热议了起来。虽然杰瑞德版本的小丑被一些漫迷称为最符合原著的小丑，可是也有不少影迷对他的演绎法表示无法接受。消息也透露，这部电影将会以自杀突击队作为基地，进步一扩充 DC 宇宙的版图。大家对于杰瑞德这一版的小丑有什么感想呢？虽然网友对他的评价两极，可是还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小丑的个人电影推出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